要了解要做到什么才能够到人道以上的境界啊。各位呢这个要到人道以上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我们佛圣中所讲的，你人道的基本道德观念要知道。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有公民与道德，还有这个仁义道德观念，还有青年守则观念，还有一些弟子规，都在教育我们基本的人道的观念，做人处事的观念。但是现在的教育这些完全没有了，所以我们如何教育我们下一代仁义道德观念呢？要注重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父母还有整个社会的一个很大的责任，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大家要了解，要人道以上的境界呢，从仁义道德四维八德青年守则这些呢开始做起，这个就是人道以上的境界。那我们如何亲眼去看这个生命的境界啊？各位，你一举一动就是你的生命境界，我们的贪嗔痴就是你的生命境界现在的社会呢，有很多人踩着别人的这个肩膀，踩着别人的头呢往上爬，甚至于呢争得你死我活的，跟以前的道德观念的社会呢完全不一样现在的道德观念已经沦丧了。所以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战争，这么多社会的问题，就是因为不了解生命境界是什么。如果你今天了解你的生命价值，你的生命境界是什么，道德观念是什么，那你这些业绝对不敢造的。所以呢，不要认为我造的这些业呢没有人看得到，我们要了解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盏灯，那这一盏灯呢，灯亮的还是暗的呢就可以表明你的心灵是到什么层次。所以呢，我经常会跟这个旁边的弟子提醒，我说你要看一个人的心灵是否清净，他的道德是真的是假的，就可以从他身上的光身上的光看出来。为什么身上有光呢？如果一个人他身上没有光，他的灵魂是暗的；如果他身上有光，他的灵魂是亮的，他的道德观念是一个非常高超的非常高超的。那这个人呢，他的慈悲心，他的爱心呢，一定是非常广非常广的。所以呢，经常我在提醒弟子的时候呢，你看这个人这个人身上的光是红光、黄光、蓝光或是呢暗的这些呢，可以代表这个人的品德观念德性到什么程度。所以各位呢要了解，身光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光亮身光呢，各位呢，你身上如果没有光，这个灵魂已经没有了可见呢，一个人快要死掉或是要往生的时候呢，他的灵魂是暗的，你可以看到他身上的光呢，就像一盏灯快要熄灭那种感觉，你就知道这个人的生命快结束了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生命的简介